慈济技术学院走出花莲，来到台北松山家商签订教育伙伴关系，借由签约，未来两校将有更频繁的学术互动，而慈济人文更成为松山家商学生品格养成的重要需求。互换证书，两校正式成为教育伙伴关系。为了提升学术交流，增进资源共享，慈济技术学院来到松山家商交流互动，也带来校园简介影片，增进彼此了解。会结合学校老师的一些相关的系科的专长，到这些策略联盟的学校去先开一些所谓的义修课程。品格教育的这个活动方面设计，我们都可以借重义德妈妈这一部分，给我们孩子引入一些正确的价值观。透过校际紧密合作，期待融入人文风气，让学识与品格并行不悖。台新闻肖志杰、徐豪台北报道。